大本营发给日本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密电，连发了5份。快，赶紧破译。是。报告处座，只破译了4份，都是些问候祝福的话。那一份呢？还有一份，我想日军换了新的密码表，得需要时间重新分析和推算。什么时间能破译出来？至少3天。不行，采马。10分钟之内给我消息。局座，这时间太紧了吧？后方1分钟，前线千条命，这个道理还用我讲？你们从美国请来的密码专家呢？ 宫小姐，日本人投降了。你说什么？冈村司令官，天皇陛下基于以下：美中英刚刚联合发布了波茨坦公告，日本人不是傻瓜，没有必要在此刻更换密码表。因此，在那5份电讯处截获的日军密电里，一定会藏着一个不起眼的小家伙，就是密钥。 宫里也许并不知道，他所破译的这份密码无形中挽救了前线成千上万条抗日将士的性命。市长，国防部命令停止进攻。为什么？军统已经破译了日方的密电，日本人马上就要宣布投降了。投什么降？老子还没打完呢！市长，按照协议，你是该回去了。 但在走之前，戴老板安排了一个新闻发布会，想让你参加。嗯，我的身份适合暴露吗？抗战时期当然不合适，抗战结束了，应该让大家知道你这个女英雄吧。我只想回来为国效力，并不想当什么英雄。轻轻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，这样挺好。这。<笑> 我不是军人，我有这个资格吗？受勋规章第3条，颁给破获重大敌情者。你不是军人，但你是有功之臣。收下吧。闪开！闪开！
快躲开，躲开！哎，马惊了，躲开！我叫康晶晶，枣云院的医生。我叫高志华，中央社会部的秘书。我有急件要送给周副主席，可我不太会骑马。那正好顺路，我不客气了。哎，上！不。组长，恕属下得罪，就算变声肘腋也不能坐以待毙，自杀不是我们的团体精神，既有成人之志，何必玉石俱焚。我已经搞到了共党社会部所有特工的档案，只要把这个东西发回重庆，我们组织内部就再无受共党渗透之忧。我是替你抱屈啊，好不容易熬到这个位置，倘若这份情报发出去，共产党势必怀疑到你啊。为党国而死，朝阳死无他憾。延安前副小组在电报末尾特别发出紧急警报，说已有暴露之余，心存成人之念，特向局座诀别。副长，嗯，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电文。传达室老张，原来他是军统特务。看来还有特务已经打入了我们更高层的机构。我觉得能够接触到这个密电的人并不多，马上展开调查。我看了龚立谦的合约，上面说如果抗战胜利了，他是要回美国的。应该如此。能不能想个办法把他留下来？这个姑娘脾气古怪，想留住她得多费些时间。龚立多大？29。那你呢？打了不止一轮吧？是。想想办法，一个小姑娘安抚安抚嘛。请局座放心，明远一定想办法让她安心党国大业。好，好。延安方面的联络小组有什么消息吗？自从他们发回共党社会干部档案后，就音信全无。我看
如果延安联络小组全军覆没，那功力就是我手上唯一的王牌，把他留住。是。部长，孟朝阳说有重要情报汇报。叫他进来。是。请。首长好。小孟，什么事儿？你处长，您找我啊？把这个送给中央日报社韩副社长那儿。好的。告诉他见报要快，要明天早上看到，最好是登在第一版。现在日本人喜欢光着谈生意啊，主要是能与潘副处长赤诚以待。我要是不答应合作呢？哼，我们的底牌你都知道了，你要是不答应，那好啊，能不能让我死得体面一点？好，我成全你。呀，啊，呀，啊，呀，啊。不愧是喝过杨墨水的军统行政处干将，他身上居然藏着西班牙绞杀索。告诉我们的人，今后如果遇到潘九阳，一定要加倍小心。嗨。
我们立以二人入求权，现在不是那个时候了。处长，这行吗？所以我要征求你的意见。我没干过地下工作。这我知道，是陈副部长推荐的你。你懂法语。 学的是电讯专业，也懂密码知识，这和孟朝阳的资料完全一致。不过你放心，孟朝阳从未在军统本部露过面，没有人认识他。即使是这样，组织上还是尊重你的个人意见。这里有他以及上线白雾的全部资料。 你要仔细看，如果你接受了这个任务，以后你就是孟朝阳了。要把自己当成另外一个人去工作、去生活。如果你此刻扎入军统，你将成为我们的一支锋利的暗箭，这意义非常重大。处长，可我还没杀过人呢。 不是让你去杀人，去了以后你要好好的工作，像在延安一样。抗战结束以后，国民党肯定把矛头对准我们，所以你一定要取得他们的信任，这样才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机密，才能为我们传递更多的情报。你要记住，你的代号叫。 启明星，处长，这事儿能和恒晶晶说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什么时候加入你们军统？什么时候加入你们国民党了？这是谁报道的？简直是胡说八道嘛！ 我看我需要解释一下，我来只是来帮你们破译密码，并不是要加入你们。我不会加入任何党派、任何组织，我是完全自由的。行行行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找到这个记者，狠狠地收拾他。要不是你们提供的资料和照片，他们会乱写吗？你放心，我向你保证，这个照片绝对不是我们提供的，一定是记者搞的鬼。你不是要回美国了吗？这些事儿就交给我处理吧。啊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 高志华接受了顶替孟朝阳返回军统的危险任务，为了顺利通过军统特工们细致入微的甄别，包括对发报手法的甄别，他做出了一个充满勇气的决定。处座，火花突然恢复联络。 监听长马，是。来，让我听听。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安睡？外忧既去，国共两党必有一战。只可惜让李克农抢了先机。 我在延安的联络组全军覆没了。局座，我来您这里正是为了此事。这两天我处接二连三的收到了局本部派驻延安特遣组的电讯报告。这么重要的情报，为什么不向我报告？因为我处有人说他是冒牌货。谁说的？宫里。理由呢？他说是直觉。 直觉啊！
属下多嘴问一句，关于这个火花，剧本部有详细的资料？火花是白雾发展的热血青年，一直与白雾单线联系，剧本部只有他的档案，甚至连照片都没有。那局座的意思？团体如同家庭，如果拒不接纳一个落难的游子回来，恐怕会让同仁吃冷啊。那万一他是共军打入我方内部的匪谍？那更好。要真是共党间谍，这也算是我给李克农的一点颜色看。这样吧，立刻让他回本部，就放在你们处，严格甄别。是。有你的优势，善良就是你的本钱。无论你走到哪儿，都要记住，记住仁者无敌，记住仁者无敌。志华到底去哪儿了？他去做一项非常重要、非常有意义的工作。一个人？对。没有人掩护他。龚小姐。刘处长，我去哪儿您就不用操心了吧？明天你不是要回美国了吗？请你吃顿饭为你践行。不用了，我要去看我妹妹。还是等您去美国的时候我请您吃饭吧。哦，你妹妹啊？对，你有个妹妹在海潮医院当医生，对吧？您怎么知道？我不是你的上司吗？你刚来的时候，你的简历和资料我全看过了。您记性真好。呀呀，天这么晚了，我派车送你一程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有车。哎，不能请你吃饭，还不能送你一程吗？来，给个面子，请。美国到底有什么好让你非走不可？有你爱的人吗？没有我爱的人，但是有我的兴趣。在中国一样可以搞研究嘛。我喜欢的是那儿的氛围，无拘无束，自由自在，不像军统局里的天空，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看不到一点阳光。非常时期，非常时期嘛。现在是前有鬼子后有共党，没有办法。打鬼子我尽的是民族义务，打共产党我没什么兴趣。龚小姐，你对共产党了解多少？跟国民党一样，都不了解，也没必要了解。小姐，你就没有政治信仰？我有中国国籍。哎，前面停一下。处长，谢谢你啊。自己人，我先走了。不客气。放开我！再见。放开！小玉，姐。进去，上去，开车，别去危险。他们抓了我的妹妹。顾立，小玉，谢谢先生。处长。哎，龚小姐，
你今天不是要回美国吗？回什么美国？救我妹妹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啊，我已经跟行动处说了，把你妹妹的资料也送给他们了，他们已经展开了行动，只是现在还没有线索。我有线索，这是绑匪留下的弹壳，我去技术室问过了，是枪牌撸子所发，是我们军统内部的制式武器。我怀疑是内部人在背后捣鬼。自己人在捣鬼？怎么可能呢？你别聪明一世糊涂一时，即使是我们军统内部人绑架了你妹妹，那枪牌撸子不到处都是啊？我想还是有人想扰乱我们的视线，嫁祸栽赃。哎呀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呀？想必共产党一定知道我们军统局有一个像你这样的破译高手，当然不会坐以待毙。昨天你幸好坐的是我的车，不然他们得连你一起绑了。既然共党不仁，那我就不义了。不会。啊。白雾牺牲前给你带过一部电台吧，现在是不是落到了共党手里？没有落到共党手里，我回来之前把它给毁了。不过那不是白雾留给我的，是我收到本部寄来的邮包，一样一样组装起来的。哦，那是我记错了，回家就好。还不知道长官怎么称呼？我叫赵楠，是行动处行动科长。赵科长，我应该向你敬礼。哎，不必客气。你干外勤三年多，不但完成了任务，还能全身而退，你是英雄，我应该向你敬礼。过奖了。白虎一直叮嘱我，要全心全意为党国效力，为长官分忧。共党，你就是共党。这位是？这位是龚丽小姐。我们认识吗？我虽然不认识你的人，但我认识你的手法。你的手法和火花有些类似，但还是不一样。瞒得过别人，瞒不过我。佩服。我离开延安的时候和共党发生过搏斗，他们缴我枪的时候，拧断了我的手指。哎呀，可惜了，断的是最有用的手指，以后孟雄发报开枪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白雾告诉我，团队就是家庭，今天我来到这儿就等于回家了，家里有那么多兄弟，恐怕以后有些事也不用我出手了吧。赵阳，来认识一下本人。哦，刘明远。哦，处长。龚丽小姐也是本处同仁。啊，别往心里去，她就这样，刘个洋的女人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里。嗯，赵阳，局座安排你先到电信处起身，走，跟我到办公室一叙。是。写着玩的。飘逸俊朗，灵台通彻。您在写这幅兰亭序的时候，一定和王羲之心神相通吧？怎么，老弟也喜欢书法？个人爱好，略懂一二。哦，对了，差点忘了答应给您的东西。陕西那个地方啊，到处是古墓，一锄头下去，说不定就能挖出个秦砖汉瓦来。喂，上海站吗？我是本部行动科赵科长，你帮我查一个人。哦，赵科长你好，你要查什么人？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叫段月楼的人？
民国24年曾在法国里昂大学留学，学无线电的。啊，请您稍等。哎呀，颜真卿的真迹啊，老弟啊，怎么没让共党缴了去啊？共党没在意这些，掩体真迹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堆废纸。啊，赵科长，怎么样，这个人没有殉国或者失踪吗？啊，没有。好，我现在需要这个人马上到重庆本部来一趟。赵科长，这恐怕不行。为什么？民国30年他跟陈公树一起叛变，现在人跑到日本去了。现在日本人投降了，一小撮共党算得了什么？以后有的是时间练习书法了。是啊。哎，老弟啊，将来你有何打算？听从党的安排。哦，您看我在延安听惯了共产党的调调，说错了，应该是听从党国安排。共产党只是党，我们是党国。这句话呀，要是让行动处听到了，要惹麻烦的。我待了5年，一时改不了口。情有可原，情有可原。哎呀，老弟呀，那我就多爱了啊！这东西放在我那儿也是明珠暗头，只有像您这样的大家收藏，才是恰得其所。报社那边已经查过了，那个主笔记者据说有共党背景，目前下落不明。这是他们社长给我的一封信。我不关心什么信，我只关心你们什么时候把我妹妹救出来。龚小姐，你先别着急，我们也在想办法。这样，你先回美国，回到了美国，你的安全就会有保证，我们会全力以赴把你妹妹救出魔窟来。我妹妹一天不救出来，我一天不回去。他们绑架你妹妹一定是有目的的，肯定会利用电台进行下一步行动。为了你的安全，也为了大家都方便，我给你少校军衔，你就先留在电信处，怎么样？副总，我觉得这个孟朝阳不太对劲儿。怎么讲？档案里没有他的照片，只有基本资料。他是白雾去了延安以后才发展的，应该还没来得及见档案。我查了一下，和孟朝阳同时留法的有5个同学，不是失踪就是殉国了，还有一个在41年投靠了汪伪政府，现在只剩下一个叫关群。留法归来后从军，现在在35军当电讯参谋，此人现在就在昆明。我已经给昆明站发急电，让他立刻赴渝。哎呀，我是觉得太巧了，根本不符合逻辑。万一他是共党呢？哼，着什么急？别瞎猜，等关群来了，不就什么都清楚了？来，报告，出大事了！我们打入军统云南站的同志发来紧急情报，高志华同志面临巨大危险。出什么事了？啊，孟朝阳留法时有一个同学叫关群，毕业后去了国民党35军，现在就在昆明。军统云南站把他派往重庆，现在就快到了。立刻启动我们在重庆的地下关系，通知高志华马上转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敌人已经找到当年你的留法同学关群，将鱼惊到你，组织上不及反应，望速撤离。
喂，知道了。天龙啊，啊，准备下车，跟我出去一趟。孟参谋，出什么事了吗？宪兵队来电话，说龚少校在外面喝醉了。哦。长官，人呢？在里面。哟，孟参谋，这怎么办啊？龚少校，龚少校，醒醒！干嘛啊？我们来接你回家。回家？为什么家？来，回你家。你喝多了，我们送你回家。来，请。哎，小心点。天龙，快看着他。哎，啊，多少钱？哦，长官，这可真不怪我，这女长官非得这么喝，我拦都拦不住啊。知道了。他人呢？啊，去方便去了。哎呀！哎呀！哎，怎么回事？因为慢点呀，和尚们。孟参谋，怎么，启明星同志还没有撤走啊？我一直在暗中保护他，发现他被一个骑摩托车的女人给撞得好惨，送到医院去了，满脑壳都是纱布。立即向延安报告。嗯。进来。头上全是纱布。我明白了。看来陈副部长确实没有看错人。这个高志华拳头虽然不够硬，但是脑子绝对够用，这一定是他当机立断使出的苦肉计。可是纱布终究有撕开的那天，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啊。有关群的资料和照片吗？有。您的意思是？我要启用海东青了。处长，我们部里真的有海东青吗？听说他在开封刺杀了日军少将吉川平左，后来又在华北击毙了日军中将坂田太次郎。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不超过三个。这个海东青啊，一号首长说有三不用：恶长不用，大长不用，平时不用。那什么时候用呢？陷入绝境使用。静静，我们分手吧。你是延安最好的医生，我配不上你。我在危险的时候连枪的保险都忘了开，我还能干什么？我就是个废物。跟我在一起会拖累你的。你既勇敢又善良，怎么会拖累我呢？勇敢，善良。对，你能为陈副部长挡子弹，就说明你信仰坚定，勇于献身。你能救这只小鸟，就说明你心地仁慈，富有爱心。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去？只能救鸟，
救不了人，要我何用啊？Thank you.